三联招着人吧，跟三联招。不是，直接说招聘，你直接说招聘就可以了，这个号报白了。招人，直接招人，兄弟们。哎，兄弟们招人。哎，对了，不是，你不要把那个账号给搞疯了。可以可以。现在呢，给你们展示一个，这叫什么？炸弹，知道吧？炸弹。哦，西马他们的炸弹是非常的牛。兄弟们，等一下我。来炸弹的精髓是什么呢？我远一点，等一下不要把直播间里和危险动作搞违规了。小黄子做饭，你看看小黄子做饭，等下灶台不要再炸了，你看兄弟们，灶台不要再炸了啊！兄弟们关注不要忘了点啊，关注不要点炸哦！我怕，不对，有点怕。好、啊，哦，咦，可以啊！哇塞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小黄做饭可以啊，小黄做饭可以。灶台不好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这次不会。这个灶台上次被韩寒炸过了以后，我们换了一个非常质量非常好的、非常好的啊、非常好的这个叫锅灶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没问题没问题，可以。你看小花手艺不错啊，鸡蛋至少熟了啊，鸡蛋至少熟了。招聘什么岗位？来，兄弟们，小黄缺主播，小黄缺助理，对吧？这个助理不行，你看看这个助理对吧？小黄要不要？颜值就够了。颜值就够了是吧？你看看。小黄要不要助理啊？兄弟们问你要不要助理，要不要？再来两个助理，这一个人不够，再来两个助理。来，兄弟，再招两个助理。对，招两个助理，招两个助理。小黄一个助理不够，你看这一个助理累得够呛，是不是？再招一个助理。哦，小黄再招一个助理。兄弟们，点一下啊，点一下那个叫什么呢？如果想做小黄助理的话，你点中控或者是主播那个岗位，好吧？如果想到我们公司做带货的话，你点主播那个岗位。我们现在招聘，这主播、助播、中控、客服、招商、选品、品控、短视频编导啊，这么多岗位我们都要招啊！哎呀，小黄可以啊，这个鸡蛋煎的有模有样的，你看看这个鸡蛋煎的有模有样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看，只不过小黄做饭比较费油啊，你看那锅里面都是油，你看看，哇，你看看炸的，你看这个油、啊。什么是弟弟？他说，炒蛋白来，来了，没油啊，没见完了，我哥非常大方，对，我要领礼物。对，哎，喜欢多少的？喜欢哪一个？喜欢这个，这个给你，你这个给你，我们下个这个给你妈妈，这个可以给你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婆婆，哎，这个可以给女儿，我知道。他说，非常想买，以我对我媳妇的爱，我非常想买。媳妇，完了，弟妹想要怎么办？给弟妹。媳妇，我非常不好意思，给弟妹，我觉得我们没真没必要。你就是扯吧，心意我了，心意我谢谢吧。你整理啊，我不是送给你，用不用吧？我让你买。我自己下单，我真的啊，谢哥，还有我不是，我说怎么买？我有家里哥，我怎么能说啊？我有家里哥这样的伤，让我死都不依。我就买个，我跟你说啊，越是这样，我越不想要。我行、啊，你这是你，你送我就倒退了。你这样送我，我就没有。你这样我就拿两个吧，你送我就拿两个吧。你听嫂子的，这不是不是不是送。就我都真哭了，你看我真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太不好意思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耍得太大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又不好意思不要，我觉得我不要不给他面子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不要，我觉得不好，不给面子，是不是？嫂子真不要脸，你接受你，不，不要嫂子。哎呦，你们这样搞我，你不要拿给他，你不要就拿给他，我你不要拿给他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我不要你拿给他，行了，他不要，送给弟妹，你弟妹喜欢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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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嫂子，行了，拿去嫂子，我不要，你拿，弟妹喜欢，我拿好。我拿去吧，我拿，不要。没有，我弟妹喜欢。啥了？我知道行不行？他不要你吃，我真不想要，你知道吧？你把你给我了，你拿给他。我得听嫂子的。不要，老弟，不要你拿给他。我不要。我太感人了，兄弟们。啥呀？我受不了了。他说：“你们这个嫂子还有吗？别乱。”快用完了。好，快用完了，那再买一个。这个奖品我直接卖给你。他快用完了，还没有用完呀？你在干什么？啊，他说，嫂子来，对，只这嫂子可以来。好，媳妇儿，嫂子，媳妇儿，嫂子，啊，媳妇在呢。来，媳妇儿，美容点，你买这个美容点，想不想要？想要。买。好，5680。来，他这美容仪不是剃须刀呀？这是美容仪啊，收入月美容仪。啊，买，准备行，你来，比方来。想要呀，在这。等一下，你先问啊，你准备好钱。啊，准备好买。他说：“我买点，卖给他。嫂子不用，我买他了吧？卖给我吧，卖给他好吧？你不直接送吗？我给你了，你这送还是买，嫂子？你说媳妇儿送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你不能吃，这你都不能吃。哎呀，啥呀？什么？这你不能收啊？他说：唯独嫂子，我不要了，嫂子，我不要了，我真不要。啊，
送给弟妹吧。好，谢谢，那我带弟妹这个谢你让你拿纸巾卖给你。你干嘛？让你亲弟弟。我亲亲，我亲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哥也不缺钱，但是我这个真不好收，真的真不好收。谢谢哥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来来来，送你来，老来，我们卖给他是吧？谢谢啥？我为啥我看不爽？我哥吗？我跟你说，有这样的哥真的是倒霉，这辈子算值了。有这样的嫂子，值。他说：“你媳妇在。”我也想给我媳妇买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那个黄金，我愿意给我媳妇买二十分，但是我媳妇不在，我怎么买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真要脸，你个真的，知道吗？我今天我所有卖的东西，我全部想给我媳妇买个两三分，但我媳妇不在，你知道吗？她出去了，也就很烦。下周六媳妇来，下周六我想，好，下周六我媳妇不一定来。原来这就是弟弟。四个人打开我，来四个，我们这个开一般都用头干的。对对，四个哪个用头干？用头，个头用干的。你去，我给你试一下。你开呀、啊！好，来来来来来。你要上来用屁股干，用屁股干一起。好，我用屁股干一起。是吧？四个人试一下，用屁股。你用你的屁股干也行。你坐坐开呀、啊！哎，你坐开，坐一坐开。这不行、啊，你再翻，你看我翻。开，老板，老板。你看，四个，四个。啊！一坐，一坐就开了，没事，不疼。对，是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真坐死，我开玩笑的是吧？兄弟们，我们看我们开这个榴莲能开多少克啊？来，举个，打开了，大鱼子，打开了。哎呀，你不懂，来，我过，过，拿个过，来，拿个刀，拿什么东西？这好像真打不开，不是这玩意谁能打开啊？不是这怎么开的？啊，你这你要赶紧开，我就往地上一跨，往地上一跨就行了。这你开的，这谁能打开啊？地上一跨，跨一下就行了。哎，快走，来这四个。哎呀，这怕你呀，这打不开呀、啊。你们打开了呀？啊！知道吧？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四个这个榴莲，你第一次开这么多，看到吗？有吗？多少钱？两百七十多。两百七十多，你说两百二？说两百二。两百七十多，你给我说一，你给我说，你说两百二。这谁说两百二的？大哥，这给我钱说的。四个也是你俩说的。两百七十多，你说两百二。好，兄弟们，看我们这个榴莲啊，看好了啊，只有榴莲肉，没有核，一百榴莲，九十九加一榴莲，百分之百榴莲，对，只有榴莲，并且我们没有核，榴莲没有，为什么拿锡纸？因为你方便你放空气炸锅里面烤，直接炸啊，啊没有核，看一下，就看啊，现在可以烤啊，没有核，看好了，没有核，不带核的，冷冻保存，冷冻保存啊，兄弟们啊。刚才我们开那个还是有糊的，兄弟们是不是？对，有糊。去看我们，看我们啊，他们怎么卖的、啊？上回我也卖的。对，他们就是卖169，就八盒。八盒。兄弟们可以去三包头人看，太店铺店铺就八盒，就八盒啊。我们为什么一个月卖一次呢？因为我们自己补贴，补贴一盒。这个是小杨哥自己给大家补贴的，补贴一盒啊。就是如果兄弟们啊，你卖出一单，我要补贴一天的钱，但这个钱我就不说了，兄弟们好不好？169，上车，上车。